了五个 piece 的一个 chicken， 它非常的 juicy。 就是反正是自己加什么配料都可以。那现在呢，我来带大家吃的是在 Acadia Mall 里面的一个炸鸡店，叫做 Chicken Now。 对，然后我买的呢是一个五个 piece 的一个 chicken， 因为我们刚刚呢吃了一个 Lady M 的草莓蛋糕，然后现在刚刚好就来吃午餐。除了炸鸡呢，我们还点了一个旁边呢，就是它有一个那一个是应该是日式炒面，对。然后现在 Jason 呢他去买日式炒面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吃那个日式炒面还有那个炸鸡为我们的午餐。对，原来它是那种炸鸡柳哎。它配了两个酱啊，是不是辣的？现在我沾一下这一个。酸酸的，有点清爽的感觉，不错。酸酸辣辣的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它这个鸡柳了，里面真是炸得非常非常非常的 juicy， 真的就是出汁，能看。第二块您看。这个鸡柳很嫩很嫩，很好吃。现在我要吃炒面，他点了一个超级多肉了，看。好吃。他的汤柳。这个日式炒面呢，就是你们走进 Acadia Mall， 基本上在美国你们所有的人都吃过了，就是反正是自己加什么配料都可以。豆腐好好吃啊。汤也很好吃，它还加了这一种就是菜。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的圈呢，记得追踪我的圈。